有受伤吗？哎，现在没开车吗？万华分局执行进城扫黄潜入，因多次接获检举，指称西昌街上外籍私娼拉客卖淫严重，经长期收证，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于15日22时许，由万华分局组合警力，台北市刑大特勤中队、内政部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、台北市专勤队、机动队、台北宪兵队等单位，持搜索票执行拘提搜索，查扣手机、保险套、润滑液等证物。本次查缉行动中，即查获性工作女子51人，其中3人于警方查缉时从2楼跳下，3人中1人左脚脚趾骨折，送医治疗。男客12名，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。负责人王姓女子等4人，依妨碍风化罪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